好看吗？你家住哪儿啊？你打听这干嘛呀？他就是程车老子。这是一场事故，这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事故，但是我们特别高兴它发生了。昨天晚上我玻璃是不是你碎的？走啊跑啊，不需要回答。哇，我拿我当了金箍流。为了我们的青春，傻逼，安静点儿，柳耀旭，干杯！鸡的方式是吗？是鸡的方式？我他妈想被你逮着的方式！我他妈不懂。那一刻，如果它是植物，我的眼光就是树。我要滋润的它发光发亮。真大爷，你别这么骗自己了，你们人太可怕。我要用尽我的万种方法让他在将来内心无法安定。